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一个老会卡料子啊，这边有敲口啊，这个料子，来，看到没有？啊，里面有飘花啊，看到吗？这个料子皮壳非常老，这个料子呢被我一个大哥盘下来了。来，废话不多说，这个料子我们直接实战给大家切，走。来，料子已经上油漆了啊，家人们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废话不多说，盖。油漆一下，黄金万两，直接开切。祝大哥大涨。料子现在已经切好了，来，暂停。好嘛嘞，我们打开看一下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好嘛嘞。哇，冰飘花呀！哦妈嘞，看到没有？是有一条的。我们先拿下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料子已经切好了，老铁们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啊，哇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化冰了啊，这里化的非常好啊，冰飘花，哇！只有一条粒啊，这个料子要继续下片啊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么大啊，这个料子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画的最好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画冰了啊，这里，哇哦！行了，这个料子我还要继续下片，好吧？行了，老铁们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有喜欢翡翠的，你们多多关注啊，我带你们一起了解，拜拜。